上一次吃肉啊还是去年的时候，我都不记得肉是什么味儿了。今天犒劳自己一下，首先我们准备上等的五花肉，改刀切为骰子块，起锅不烧油，放入五花肉，小火慢煎，咱们给它煎出油脂。家人们，阿豪每天呢更新一道家常菜，都非常的详细。如果你一次双击都没给过我，今天就给我一个吧，感谢您了。咱把烤出的油啊捞出来炖菜吃，加点老抽调个颜色，生抽蚝油、葱姜八角、香叶桂皮，加入我家的开水，放入咸盐十三香一块老冰糖，盖盖，咱们炖它50分钟，收干汤汁就可以开吃了。家人们，您学会了吗？学会了，双击点赞收藏。